尾鱼头。你别客气啊，唔得，你要给我啊。好，那你我们去吃。就简单了，是吧？嗯。哪里要卖你两？这是尾鱼蛋，尾鱼蛋哈、哦，这安那个？尾头刀，这一斤八啦，还是三八？一斤还是一斤？一斤哈、哦。啊，这这比较一斤两百，八啦，五百。是尾鱼吧？哎，五百切好咯。哦，切好。八五得。是。这边有野生海瓜，真的让你给你的啦，那个是比较大只的。这个大只，啊，这是在睡觉，该睡了，三百欧里了，你吃饱没啊？你要这两片，伊这有小块北来，一定捂着胆。你倒先无吹色，较搁较收开着，还拢表面皮啊嘞。用色先较搁收开着。啊，是表嘞。表，表春节尔嘞。表这要切，哎，这要炒，哎，切拢。啊，这炒偌侪钱？啥样？我先看卖啊，看嘞。我不要，没有，我买一个，应该差不多，不然会吃太多。这边你吃。啊，你先做一请啊。嘿，好，好。加那五百块呢？好。啊，你刚才在补什么？这是以前我认证过的。这种物件是，这是什么叫血和肉？就是骨头的旁边，对，就这里，就这两条。是那吃鸡巴，可是鸡巴会带，你包里加点加的。我先安尼就好。我想这样就好。啊，不行啊。好。啊，我小等下来切，好不？你会较调味啊。好。嘿，你甲煮，你看像四季面，有各个菜干。咸菜拢会炒，米苏米苏较无调味，米苏伊阿咩煮？嘿，伊你做这种的是清清啊，就好啦。你啊像，你煮味噌汤的，就是属于讲爱鲑鱼海的。这种物件咧煮，伊咧煮上无较调味啊。你像，那无你会用去煮个调味吗？就是安尼意思嘛。听你的。我要去买啥无？一样贵的，那把就大量。
目睭，我等下甲你一粒一粒地，你倒时你要注意无？目睭面板块，你也无切切。这款单啊，对吧？哪里卖你两百块？伊这种眼睛你食着较袂惊，你也像你刚买着剑齿鱼种的。哎呦，这个是爸爸会拍。尾鱼头。你去去啊，唔得，你要给我啊。你卖。脑门肉，哇，脑门肉，几条肉？几条？几条？几条？可以去细胞。几条？这是差不多六。哎，我原本就二块差不多呢。真的不错啊。对啊。这个也是很好的鱼。哦，这个也好。对啊。石斑吗？对，是龙胆石斑。这个它是红色，白色呢。嗯。啊，其实这是野生的，龙胆石斑是香的，它是白汤之中。嗯。是它红点斑。这怎么卖啊？半斤250降价。半斤250。现场要半斤300左右。三加一吧，对，然后面再可以。